这些支撑杆的地下是去年种的大丽花。我曾经在前年11月份做过一个实验，把它在深秋挖出来，放在室内过冬。但是我发现在东京湾这个地方我是失败了，第二年春天种下去都没有发芽。所以今年呢，我就学乖了，现在是3月份，正是种大丽花的时候。我呢就去年深秋没有挖出来，直接就放到现在3月份，把它挖出来分一下株。然后呢，每年我都会买一些新品种过来，补充一下我的大丽花花园。我的院子里种满各种品种的大丽花，从15厘米左右的小型品种到2米、2-3米的皇帝大丽花都有。我们这边的泥土有机质含量很高，非常有营养，但是我还是往里面拌了草木灰。大丽花是非常喜肥的植物，一定要注意多加底肥。这是一种球根专用的硅藻原白土，对于作物的连作啊有帮助，尤其是防止大丽花球根的腐烂，很有效果。再拌上其他的肥料，然后就这么平放着，轻轻的盖上泥土就可以了。最后别忘了插上杆子做个记号。